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您这一家位于在台北西湖市场旁边的猪脚店，老板黄良谷师承台北猪脚名店，他用师父传承下来20年的老卤，卤出咸香诱人的猪脚，尤其店里头的招牌腿扣肉，表皮卤到了油亮喷香，口感吃起来更是 Q 弹软嫩，满满瘦肉嫩，但是不会柴，而且吸附的是满满的卤汁，超级入味，这一家店成为了很多附近上班族在中午或晚上的最爱。好，欢迎三个中段猪脚加卤，两个综合一个腿扣。用餐时间一到，这间位在西湖市场旁的猪脚专卖店早已排起人龙，上门的客人全冲着卤到喷香的猪脚而来。离我公司很近，我觉得东西很好吃，很入味。一般吃的都会觉得比较硬，但它吃起来就是比较软嫩，然后就吃进去的话比较感觉比较不一样。好味道让生意好到不行，也让老板黄良谷切猪脚切到手麻。就切到手会麻，这边关节都会，整只手骑摩托车会没感觉，有时候睡到晚上会麻起来。就算手麻还是得切。黄良谷过去是台北猪脚名店的第一个外传子弟，7年前决定出来创业，但生意一度惨淡，很怕砸了师傅招牌。他自己出来那前1-2年真的快要崩溃了，一天大概只卖一锅饭而已。出来之后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不能让师傅漏气啊，人家都已经拉你一把了，但也要传出一些名号出来。不愿辜负师傅的教导，让黄良谷撑了下来，直到后来有媒体报道才逐渐闯出名号。我们大概做到1年多之后，突然有一天有人跟我们讲说，你在电台有被人家报过了，那边的客人也慢慢的晓得这一家店，然后再慢慢的过来。最基本的大概到3个钟头，让它一个水跟原来老卤汁跟新卤汁做个密合。这一锅从开业到现在，师傅那边传承到现在，我们从出来的时候会拿一包卤汁出来，从那一桶开始再慢慢加到现在。美味关键在于20年的老卤是师傅技术的延续，每天都得再加入水和油葱酥调味，熬煮过程除了掌握火候，还得不断的试味道。每天要试啊，甚至于新的卤汁下去之后，每天师傅要求大概5到10分钟要试一次味道，偷到后来不敢整个喝了，都用手倒。我们喝到后来都吐出来，不敢再喝了。肚子越来越大喝到怕了还是不忘师父教诲，就是得亲自确认才能放心。我要先闻一下味道，那味道香度，再吃它的那个甘度跟甜度一样。6刀。除了卤汁，猪脚是用每天早上送来的温体猪，其中腿扣是店内招牌，也是肉最多的部位。这个就是猪脚的蹄膀，就大腿肉，俗称的腿扣，也是我们板豆讲的推口。然后它是整个都是肉的啦。一整颗腿扣穿烫去腥后，得用铁块穿刺，让腿扣扎实完整。那最主要第一个让它卖相好，再来就是让它肉质会比较结实一点，不会塌塌的，然后卤起来会整个散掉。因为它这边有一块肉比较大块，这边比较小块，所以你要把小肉挤到上面去，然后把这个皮拉过来。一颗颗外形饱满的腿扣放进咸香的卤汁中，得卤上3-4个小时才能彻底入味。卤到油亮的腿扣外皮格外 Q 弹软嫩，搭上嫩而不柴的肉质，吸附咸香诱人的卤汁香气，让人吃来毫不腻口，格外下饭。如果喜欢较有咬劲的口感，以猪小腿卤出的腿节同样卤到喷香诱人，另外腿皮更是富含胶质，吃来特别 Q 弹顺口，味道入味啊，柔软啊，入口即化。它这个也不会柴柴，但是我喜欢吃肥的，喜欢吃它的皮，
哦，它炖得很嫩，外面没有这样子这样的口味，非常好吃，皮很 Q， 然后那个里面很软烂，然后那个味道是比较偏甜，是我喜欢的口味。而卤完猪脚的原汁，黄良谷说正是做卤肉饭的酱汁，只要加入用大骨熬成的高汤，就能增添甘甜口感。这个猪脚原汁加腿扣原汁下去的话，原本的老卤汁就有原来的香度在了，所以说加上那个新的那个高汤下去，正好搭配起来的话，它吃起来的口感就比较干，比较甜这样。简单朴实的卤肉饭，散发诱人的油脂香气，猪皮卤到软烂，好不腻口，搭上白饭一起享用，让人一口接一口。它是类似于猪本身的一个天然胶质，而且你吃起来的那种油腻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店家他也蛮厉害的，他把猪本身会有一些猪臭味的一些部分，把它弄得很干净，也很容易下饭。坚守师傅手艺，守着一锅锅咸香卤汁，黄良谷卤出的喷香猪脚就是他交给师傅最佳的成绩单。